高僧行仪不朽传奇，欢迎收看高僧传奇。上一回说到了姚兴出兵攻打凉州，吕龙杀了吕纂，自立为梁王。吕龙不敌姚兴军队的穷追猛打，只好投降。于是姚兴派马车将鸠摩罗什迎回了长安。姚兴希望罗什能还俗，为他效劳。罗什表态要将心思放在易经上，姚兴便突发奇想，将罗什迷昏，挑选十名宫女与罗什圆房，企图留下优秀佛种，日后成才，好为大秦效劳。后秦姚兴在历史上的文治武功都胜过苻坚与姚苌，勤于政事，重视经济发展，对于佛教的推崇更是不在话下。在国土境内广建寺院，并大力赞助易经工作，并且兴办学校，把精英分子都集中在长安。姚兴本身文采出众，除了亲自参与易经之外，也经常与儒家学者讨论，堪称是一名文武双全的君王。姚兴将易经的重责大任交付罗什去执行，包括僧才的招募，但是核心的几位僧人姚兴相当在意资质，因此有所谓的十门十哲之说，包括有道生、僧兆、道荣、僧瑞、谭隐、慧言、慧观、僧略、道长、道标。而其中僧瑞的统整能力较强，提纲挈领，将经文的精髓用短文表达出来，因此翻译出来的经书序文都由僧瑞来执笔，而后跋的部分则由僧兆来撰写。说到翻译佛经，在罗什之前，从东汉明帝时期，佛法传到中土以来，历经了魏晋，翻译成汉文的经书渐渐增多，但是所翻译的作品大多不太流畅，与范本经书有相当大的差距，他所翻译的大多以小乘法居多，而支娄迦谶是翻译大乘法的经典，包括有《般若道行经》、《波州三昧经》、《首楞严经》等等。而道安法师是住席在长安，他是继佛徒成之后北方僧团所公认的领袖。那么前秦苻坚当时为何又非得要鸠摩罗什呢？首先，鸠摩罗什被神格化，加上又来自于龟兹王室，不仅精通梵文与汉文，又精通佛学与儒家思想，集合了种种优势，被塑造成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。除此之外，鸠摩罗什所推动的是大乘佛法，与当时的中土民情相当吻合，又加上儒家的思想，当然也就更让人民所接受。罗什对姚兴是心怀感恩，要不是有姚兴去攻打凉州，罗什也不会有后来的成就。因此姚兴加诸在罗什身上的烙印，罗什也不以为意。罗什不仅是翻译经书之外，也极力推动佛教律法，让长安城成为推动佛法的摇篮，也是佛教的发展中心。姚兴所设置的议场规模之大，乃前所未见。根据罗什弟子所写的经序，说出当时所耗费的人力，以大般若品来说，动用僧人500人，翻译大智度论也是500人，翻译法华经则耗用了800人，翻译维摩诘经增加到2000人，到了梵网经便高达有3000人之多。或许大家会好奇，怎么会增加这么多人呢？经书翻译出来不是束之高阁，应该要广为流传，因此需要有人抄写，还要校对，再经过刻板，当然必须要动用更多人力才足以完成任务。罗什起初易经的规模不大，是在西明阁完成，到了中期扩大到逍遥园，而到了晚期
又缩小到长安大寺。佛陀告诉我们，人的生理本能配合着心理的指示，如果能善加调整，不仅引导我们走向人生的正途，还可以圆满成生命究竟的理想。佛陀的故事叙述佛陀与众生之间的互动，如何善巧方便地找回人人本具觉醒的心性。护持节目制作就是护持佛陀教法，让佛陀的教育救助人间。节目护持账号4227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说起易经这样庞大的工程，在程序上更是讲究，不能马虎。易经的程序是这样的，首先是口译，主译者先以梵文或是西域文来读诵，然后再口译成汉语。第二是传语，不通汉语的一帮法师则由传语负责口译讲解梵文本，这是让西域的高僧即使不学汉语也能在中土讲经弘法。第三是比授，所口译出的每一句经文经主译者讲解，听众提问，等确定无疑问时才由比授者记录下来。除了比授者需要记录之外，在一旁的听者也要记录，才能交叉比对，归纳整理出最适当的内文。第四是校勘，译出的佛经需要与原文校勘之后才能定本，主译者手执范本，口宣汉言，再三对勘，始为定本。其中比授的工作主要由僧肇法师担任，而校勘的重责大任便落在鸠摩罗什身上。校勘过的经书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还要再勘误一次，例如罗什所翻译的《坐禅三昧经》6年之后又再校勘一次。其中有弟子向罗什提出质疑，需要再行校勘的目的为何？罗什回答，易经的当时所参与的人没有提出质疑，不代表无误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换另外一批人再行勘误时就会发现出问题，因此就有必要再行校勘，这样流传下去的经书才不会误导众生。罗什的态度如此谨慎，才会让他所主导翻译的经书流传至今。鸠摩罗什的译经之路从后梁时期开始，到了姚秦时代所翻译的大圣经典相当的多，例如大智度论、法华经、诚实论、十二门论、维摩诘经、金刚经、阿弥陀经等等。这其中就大智度论来说，它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释论。大智度论共有100卷，严格来说当初鸠摩罗什只是论述一部分而已，如今梵文原本并没有流传下来，所流通的是鸠摩罗什所论述的版本。至于诚实论，它共有16卷，是讲说如来教法中经、律、论三藏中的真实义，故称为诚实论。诚实论主张我空法空，从一切空的观点上看类似大圣，然而将空说成虚无，这又与大圣的观点有所差异。诚实论所探讨的空是从真实上说的，与大圣法所说的空观是不同。大圣法的空是指涅槃，是真空妙有而不是虚空。也因为如此，诚实论原本视为大圣法，最后被归类到小圣法，之后有门派依诚实论而创立成十宗。
罗什在翻译金藏还算顺利，在绿藏方面却屡遭挫折。有一年，远从济宾来的高僧福惹多罗前来与罗什谈论佛法，有感于律法翻译的迫切性，两人决定翻译十诵律。罗什在少年时期是研读过十诵律，而他是在秋瓷受戒时接受杯摩罗叉的指导，但面对来自济宾的福惹多罗时，罗什却步了。外界对福惹多罗的评价相当高，是一位证得圣果的高僧，因此请福惹多罗诵出十诵律。传言十诵律原本是八十诵律，乃是佛陀弟子中持戒第一的优婆离在第一次集结时，在结下安居期间分成八十次背诵出来，故称作八十诵律。后来因后学者难以完整学习，几经删除，只剩下十诵，因此称作为十诵律。在翻译的过程中，由福惹多罗诵出原本梵文，再经由罗什翻译成汉语。说起来，这部律典命运多舛，只翻译了三分之二，福惹多罗就入灭了，翻译工作宣告停摆。远在江南庐山的慧远大师听到这样的消息，深感遗憾。在龙天的护佑之下，不久听闻到有一位西域高僧昙摩留支前来长安。慧远大师听闻这位昙摩留支有带来十诵律这部律典，于是写信邀请留支大师来接续十诵律的翻译工作。留支大师接到慧远法师的书信，深受慧远法师的弘法热忱所感动，再加上姚心殷切敦请，留支大师应邀来到长安。译经团队依据他所带来的十诵律范本送出，罗什接续翻译，最终翻译出了有八十卷之多。然而这部律典虽然是被翻译出来了，但最后的校勘尚未完成，罗什就入灭了。不过最后还是有人完成校勘的工作。罗什从小钻研十诵律，为何要劳师动众仰赖他人呢？是罗什对自己没信心吗？这倒也不是，因为翻译律典也是需要相当慎重，这是要让后人有所依循的法典，当然不容许有丝毫差错，万一造成误导，可是会受到入地狱的果报，不得不慎重啊。另外还有原因，罗什曾经破戒过两次，自认有愧挂称律师，因此便仰赖他人来主导完成律典的翻译工作。相传在罗什圆寂后，杯摩罗叉在安徽十建寺重新校对十诵律，而他又补译了最后一诵毗尼颂三卷，并且译出十诵律毗尼序放在经文的最后，总计共有六十一卷，也就是目前所流通的版本。鸠摩罗什大师的佛学素养精深，译笔简洁流畅，译经的风格上偏于意义，有别于道安法师的直译。至于所谓的格译，就是引用解释的部分。在解经上，罗什不采用儒家的观点，因为会造成认知上的偏差。另外，罗什也认为梵文的词体华美，梵文寄诵有其押韵之美，如果强行翻译成汉语，虽能保有原文大意，但会失去原本音节的美感。译文除了要忠实原意之外，文字方面也要力求表现出现代文学之美。此外，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手法较为活泼，以读者方便理解为导向，文字描述呈现口语化，力求流畅与简洁，并删减繁琐的句子，让深奥的佛理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来表达，提高经书的可读性。鸠摩罗什大师为何采取意译方式？
因为大师认为翻译的经书也要有人文的趣味，并且要符合汉人使用文字的习惯。秉持屈从方言、去不乖本的原则下，让汉译经书更为流通，来达到弘传佛法的目的。在姚兴的推波助澜之下，罗什在长安开展的译经事业相当蓬勃，造就不少青年僧才。于是有所谓的十门四圣，包括有道生、僧兆、道荣以及僧瑞，另外还有所谓的十门四音，包括有谭隐、慧观、道恒以及谭寂。四圣加上四音，合称为十门八骏。罗什对于门下的僧人，不只是要求译经，对于论述写作也甚为鼓励。因此论述是对于经典的解释，并加诸自己的论点，让后人在研读经典时可以参照学习。其中僧兆与僧瑞两位法师最被罗什看好，尤其是僧兆法师是十门中解空第一，是罗什钦点的衣钵传承者。僧兆法师在罗什的指点下完成不少论著，因此僧兆与僧瑞两位法师被认为是三论宗二祖。罗什的门生不断开枝散叶，译经的规模越来越庞大，所翻译经书的数量就越来越多，势必要有更大的译场才能运作。于是逍遥园的译场就应运而生，而后的经书绝大部分都是出自于逍遥园。逍遥园俨然是一座国立译经书院，也由于如此大量的翻译佛经，才会造就未来佛教的蓬勃景象。罗什将译场重心移到逍遥园之后，对译经的工作来说是助力还是阻力呢？姚兴与罗什之间的互动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请您锁定十方法界频道，继续关注鸠摩罗什的故事发展。我们下回再见。阿弥陀佛。